哎，牛哥，这是来你家的第几天了？第4天了。哦，啊，时间过得挺快的。非常快，是我感觉4天了，确实是。为什么来牛哥家呢？因为到了都快冬天了嘛，天气冷了，我买了好多快递嘛，就直接快递到牛哥这儿了。今天呢？今天早上快递员送家里一个2大件来，对，我再给你看看。哪儿的？在你身后，你就没看2大件，电源，一栋户外电源，对，一栋户外电源，哎呦，这个我搬不动，那个陈，幸亏拿上来的，一组户外电啊，这个是配件，这是冰箱，啊，这是快充版的，哦，这快充就是充的快，是不是？它这个，有剪刀吗？有，我去给你找哈，我打开，哎呦，我想看看这个。是什么样的？哎呦，还挺大呀，我看着。这个挺沉的哈。哎呦，2层啊，保护的这么严重啊，好啊。哥，给我。包装有点太精细了吧，仔细不好打开呀。用手就行了。看这是啥呀？这是电源，充电的。这是电源啊。这是彝族专业户外电源用户手册。不行，我拿不动。不是很大。哎呦，我还挺沉。这是开关在哪儿呢？这是充电的，哦，这儿呢。我看上面说这不都还显示，就是充电多少，用电量多少。这还有还能照明。哦。我看看它怎么开关呀？这个好，这个还有个灯，个灯咱再出去的话，用这个可以当晚上当个室外灯了。对，产品配件。主机，还可以有红包。一是这个是开的，小巧玲珑啊，48%的电，还有减压器，是吗？USB，这个是充电的吧？有电源器的，电源器。晚上再出去可以照明，也可以烧水喝，有热水喝，泡茶喝。可以吧？我看看是多大的呀？我这儿呢。这个便携式多好，晚上可以放车上，然后再拿室外去。弄不好也就是一墙的地方，多点墙吧。多不了。我可能一千瓦。这个是这个是接那个车充的。车充。哎呦，这么大吗？对。这个车充那我就不用担心了。这个是电源。我看那个是，还有一个箱子呢吗？不是。那个快充不是。我看看是啥。放在这儿。那给剪了。快充配件嘛。反正我感觉就平时充电呀，这手机充电设备充电够用了。烧水也够了。烧水差不多吧，得看看。还有这个，这是车没电了是吧？也充电了，也是充电。这一个是就是插电源充电。这是个快充。插在这儿的。插这儿的也是。这是给了个户外包，这个包挺好的，放了个包，这个挺好的，里面就是不放这个移动电源，可以放点。把这
可以把这个都放里边去。对，配件。你这儿有没有烧水壶？咱们试一试。有。试一试。烧水看看怎么样。嗯，就那个。这样是吧？对。哎呀。开了吗？哎，这是。我看。我一般我都不会关。应该是还得开这儿，控制这儿。我看看，你看放下。哎，牛哥，那个烧水壶多瓦的？600吧。600。哎，可以啊，能带起来。那我这个输出应该是最大是1000的，还得控制，还有一个 LED 灯，我看看，哎，还挺亮，很亮，哦，可以调的，你看，嗯，那晚上可以了，有灯了，那是小狗，呵呵，哦，这是输出545啊，USB 的，啊，这个是。这挺好的，看看多久能烧开吧。先等一等吧。这个里面啊是自带逆变器的，然后开了这个逆变器吧是没有声音的，像有的电瓶它开了滋就响，是不是？嗯。这个没有声音，挺不错。哎呀，烧挺快呀。嗯。这可以可以啊，那我拔了它了。你给我拿着啊，然后再把这个 AC 一关，哎，就相当于把这个，逆变器的这个转220的关了。哦，这100瓦 USB， 嗯，挺简单的，小巧的、玲珑的，还不占地方。还有一个包，这里包里边啊，可以把这个乱七八糟的电源什么的放在这里面。挺好的，哎，牛哥，就是那个菜鸟驿站在哪儿呢？就在楼下，能有200米左右。哦，我有快递，好像是放在那儿了。我也有，一会儿咱俩下去取吧。行行行，好嘞。嗯。